如果说你守爷守得不好，真的是麻烦。一个是老传统，决定了一个事情的时候马上动；一个是新思想，他们俩之间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这就是我们做的那个银质的角度尺，银质时间的话，它要30到35天。现在的银度达到18度，它那个其实就是一种行的，可以行的来尝尝，没问题。还好。这是给韩国的三个货柜，一个货柜15吨左右，一吨的话10000多，40几吨，对，是吧？对，40万块钱。我说这个挣的不少啊，这个没有挣多少钱，其实这个大头是留给老百姓的。如果你按照我们现在给农民保价大概1块多的话，一亩地的话满重的话大概会产6000斤，百姓他种了个10来亩的，那一年10来万块钱就没问题。这种的话就是纯盐的，他拿去到韩国去做，他自己再脱盐调味。如果新东道的话，走货运到青州港，青州港到那个釜山或者是仁川，只要10几天的时间。这是我们现在是开发的时候做那个做泥青的，对，秦川味。这个叫香醋是吧？这个如果是拿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，吃的是最好的。这父子俩对自家的产业可谓是，这个肯定自信的。您说这个牌子，教师这个行业的话，不管是日韩，还有好多企业都知道，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名字来的。整个西南我们做的最好的家。您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的。可以这样讲，现在。我们现在大概产能的话，全国第4、第5吧，这样。未来，我有点争取前3吧。你没有什么秘诀吗？没有什么秘诀。只要你认真做得上，而自信的背后也充满了。说实话，我是从零开始的，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也很不容易。以前做流通、做木工、做雨水工，后来就考虑到孩子家里没人管，我母亲都，那个时候都有70多岁了，看到别人都做那个半成品，那个时候外贸公司可以销售，我们也去跟着做一点。87年从事做那个产业，出口的话是2000年，为了自己发展。做大一点，然后就自己出去跑市场。我一个人还提个大的箱子，然后背上背一坨，还提一坨。我请一个翻译在家里，我请不起。我到那个国家，我就找导游，比如去俄罗斯、匈牙利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法国，就在德国、在比利时，还是韩国，什么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。我是蛮佩服他的，创业这么多年真不容易。我两个儿子都很优秀，自己没有文化，把儿子这个送出国去留学。以前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后来也在社会组织部上过，再后来在上汽集团，然后我这5月回来之前是在 CSCO， 就中国远洋集团。突然间让你回来接触这个，你没想过你把这个产业给做砸了吗？这个肯定有担心呐、啊。之外还有一个就是，可能我有些想法跟父母的想法也有冲突。他在你这个出口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对你有帮助的。没什么，他都工作忙得不得了，那要结婚，要工作。有些英文的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西哈，他们除了要跟客户直接沟通，他们有发给我看。虽然我没有回来上班哈。Round two， 他愿意回来？肯定开始不愿意啊。5、6年前我来上汽的时候，我都想回来。父母做了38年了。我不说咱们赚了多少钱，但是至少这个品牌是不能丢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咱们云贵川渝这个行业做教头做榨菜的，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有300-400家。那现在呢，一个独苗就我们一家，10吨、20吨的一个产能，到现在3000吨的一个产能，这几十年来保证了我们当地很多人的一个就业。最多的时候我们就达到500个人，我不是吹的，至少也有200不到300人。7月底切到第2年的5月，就每天都切，他们每年大概或者在我们这儿工作大概就是10个月。有些一天的话1-200块钱，200多都有可能。一个月下来6000，还不止，有些还不止。Round three， 包括我们这次涉及到搬迁的事情，然后父母的想法呢，就是说，就不用太投太多钱去，等搬迁的时候再说。但是我的想法是呢，与其等，他们还不如行动起来，尽快把这个新的工厂的地落实掉。不是，我当时我经济条件不成熟，所以这有想法的是办不到啊。我刚跟那个咱们县里面不是把这个土地谈下来了吗？大概就是按照8000吨到10000吨的这样一个产能，以后那个工厂做出来之后，绝对是标杆。你为什么能有这么大心？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按照这样去做的。您觉得您多长时间能做成这个行业的标杆？5年吧。Round 4。
Go。 现在这个场面谁说了算呢？我爸说了算吧。他说了算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们都是讲道理的，对吧？沟通一起沟通的算。父辈吃过的盐都比你走过的比你吃的多，你很多建议你还得听。 Round Play。那如果让你给他打个分，你给他打多少分？我反正觉得我自己的儿子，我相信他做事情做得很好，应该是100分。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心太软。他打99分。另外一分，因为不能太骄傲了。刘从谦，刘从谦，说实话，人生就是要敢于闯，不要什么都怕。我们要让风向标走向世界。其实做这个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诚信，实在是做事情。